你刚刚是用百度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经常在百度。哇，希望你帮助。快递在哪里？快递、啊。对，我要发东西。啊，尽快，这里是一个国际友人啊。要寄这个旅行箱啊？对对。Intro coming. One, two, three, go. I'm going to send the package. Woo!你好，啊、哦，希望你帮助。快递在哪里？快递、啊。对，我要发东西。快递没在这里了。这里没有发快递啊？没有啊。啊、嗯。你要发什么快递啊？这个，有衣服。对。这没有，你发出去是吧？对对。你这么快？他们说我应该来这个楼，在二楼有一个地方我可以发东西。没有，啊、哦，在这里附近有没有？便时刻有快递过来啊，放在这里放一下可以。对，那这里没有快递上。啊，好了，我可以给他的电话。你可以打顺丰。顺丰好了。嗯。谢谢。要不要顺丰电话？要，给我。对，这个非常方便。你在这里工作吗？对。好的。休息一下。你打一下191。191。766。766。97102，试一下。96。97102。102。好的。你可以帮我给他打电话吗？我的中文不太好。你的中文已经很好了。对，不能听我，但是我经常不能回答。好，因为我的中文不太好。OK, boss, let me cut you for a bit, OK? 这样。你的中文已经很好了。嗯。再好。喂，我现在可以发个快递吗？我现在在那个物业的二楼。啊，现在在辰源是吧？啊，辰源，对对对对对。辰源，你寄什么？寄衣服。对衣服。啊，洗衣服是吧？啊，20分钟能等吗？可以。20分钟可以。然后你就这样寄箱子一起呢，还是用纸箱打包？一起包箱子一起。对，箱子也发。对对。哦，行，你就直接过来呗，等你20分钟。嗯、尽快，这里是一个国际友人啊。好。我在下面等他。他到这里来。啊，你就坐在这等吧。好了，谢谢。你是哪个国家的？津巴布韦的。津巴布韦。对，你知道津巴布韦吗？那肯定知还是知道了，然后你们那边母语就是英文吗？对，啊，不是，我们有我们的国家的母语，但是大部分他们会说英文。你们也是主要是说交流英语？对，全人可以说英文。也方便加你一个微信，然后向您请教。可以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工作？我。对。财务。财务，稍等，我要看一下财务是什么。管账的。务，哦。管账的。
前前前。对，以前。难不成你们也用百度啊？我也用百度，有啊。你刚刚是用百度吗？对啊，我经常在百度学中文。是吧？对。哎，那真可以。你教我们家姑娘，可以教她英文。对。她可以教你中文。可以啊。但是她是三岁，三岁吗？十三。对。啊，可以啊。妈，要去这个旅行箱啊。对。对。要去到哪里去啊？我不知道怎么读。我来帮你。对。风体时代一号楼是哪个地方？风太 ，describe。你告诉我这后面风太。风太去。风台去啊？对。他应该发。我也来百度。好。风台。北京吗？不是吧？我可以给他的电话。等一下啊。复制地址怎么样？来一个。复制地址了。复制啥呀？我的意思早就说了，写这个。用微信吗？微信。对，是的，微信。好。啊，可以，我来帮你。这个记就写这个可以了。对，记这个可以了。这个啊。